我问那个你肯定也知道，对，还有网友不是特意的就是剪了你俩的那个视频嘛，敲桌子这个步伐也是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哎呀我有那个表情包，嗯，啊，腿的姿势也一样啊，哦，跟这个手甚至连跑都是，别以为你用了脱毛膏改了名我就不认得你了。你小的时候甚至认为自己真的是猴子的，哎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小的时候对生肖不熟，然后我妈妈就说属猴的，因为我也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家长说我孩子是属龙的呀，属鼠呀，所以我就想说哇，是怎么回事，是只有我一个人是就是这个孙悟空的后代吗？怎么回事？上了小学以后应该是就想原来是这样，家里的人大多数都属猴，对，不好意思哎呦，你收藏进口袋好可爱，当时看安陆我说哎呦我想象中我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是不是不能一个眼位？不能，而且我得张嘴，实际上的位就是我以前也是会这样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刻就会了这样。那个太子本身就是要气得走，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们两个对方就是这场戏感觉还没有结束，我说那再来一个，然后就他看到我眨眼他就立马走掉了，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临场发挥，因为觉得这样更顺。其实有一个你应该已经说过好几遍了，哪一句呀？办他是不是已经办他办他这个词儿，当时因为那个跟我对手戏的老师他有说这句话啊，然后我也是觉得可能没收住场，然后我自己又重复了一遍办他。那个呢有啊，也是哦，你也是有，因为很像那个动漫里的，就是在哦在哦有，好像我自己本人的那个当时那个声音是有，就是脑海里想的是动漫的那个感觉。红哥红哥红哥，他把你收藏进口袋，好可爱，掏出一个有，安陆这几个学有办他办他，可以当做闹钟早上。